都會同大家見面，有啲星星啊、魚啊、蝦啊，都係夜光嘅話，冇錯啦，咁啊增加效果啊。好啦，咁我哋而家見到咧，係嘛，博士功夫金龍醒獅團咧，而家就開始 set 緊一啲咧，比如夜光龍嘅一啲嘅器具啦，嚇。冇錯。我哋咧亦都係會為呢條500尺長嘅夜光龍咧，就係進行一個嘅套珠儀式嘅喎。咁稍後時間咧，我哋會請嗰位嘉賓咧，就係準備。係啦，咁亦都現場派一啲如果嗰啲發光棒，係啦，咁啊，本來記得咧，舊年咧個天氣咧就有少少雨粉，好有意境嘅。啊，今年咧仲好啲添喎。天清氣朗啊，日頭嗰時咧陽光普照啊。係啦，夜晚就涼涼爽爽嚇。好啦，但我哋提一提各位嘉賓，上台嘅嘉賓或者係影相嘅朋友咧，都要小心啲啊！尤其是在台上的朋友咧，小心嘅財煙啊！有煙火㗎，係啊，台前會有煙火㗎，係啊。亦都要留意一下我台上邊咧，側邊前面嗰度咧，一陣間會有鳴炮啊，嗰啲煙火效果嘅，增強嘅視覺嘅效果啊！冇錯啦，咁啊。總之大家就要小心啲，同埋咧，亦都要小心自己帶嚟嘅新嘅財物啦，同埋小朋友啊。唔好淨係顧住財物，唔顧住小朋友啊！冇錯啦，咁啊嗱，我哋亦都呼籲下啦，我哋附近大廈嘅朋友咧，你都可以咧，希望你哋將你哋嘅屋裏邊嘅燈咧，稍微較暗啦，冇錯啦，較暗先啦，因為咧，陣間咧夜光龍嘅效果咧就會更加好睇嘅嚇。咁啊，亦都係請各位嘅朋友都係注意自己嘅個人嘅安全啦。尤其是我哋嘅攝影師嚇，請注意你哋嘅個人安全嚇。冇錯啦，一啲店鋪、商鋪嘅朋友亦都可以幫手啦，幫下忙啦，將啲燈光咧稍微暗少少啦。係啦，冇錯啦。我諗咧，佢哋一年年都睇啦，知道咩情況噶啦，好識做噶啦，應該嚇。冇錯啦，我見到咧，我台嘅右手邊咧，你嘅夜光龍亦都係蠢蠢欲動嚇。我而家左手邊亦都好多嘅團體咧，亦都係準備就緒咧。一息間咧，我哋嘉賓咧進行嗰個套珠嘅儀式之後咧，咁我哋嘅夜晚呢一個嘅壓軸節目咧，戲玉啊，就即將呈現喺大家眼前嘅嘞噃。好嗱，夜光龍咧，而家慢慢慢慢咁樣行緊嚟台前嘅嘞噃。咁我哋等條夜光龍咧。慢慢一間到嚟台前嗰時咧，我哋係請我哋嘅嘉賓咧，就係準備，然後幫呢條夜光龍咧進行一個套珠儀式啊！冇錯。你捧咗我煙火區啊！再提下大家小心自己的財物啦，同埋小心一間煙火啊！亦都注意自己嘅安全啦，尤其是影相嘅朋友真係。因為影相咧就好容易忘形嘅，係啊，冇錯，忘我境界嘅會進入呢個。現場嘅觀眾亦都係要注意嘅，因為咧太好睇啦，太無不下級啦，所以咧大家亦都注意企穩啲啊，知唔知啊？好，四平八穩啊！係啊。台嘅左邊、右邊咧，亦都所有嘅朋友亦都係準備就緒，咁亦都咧請郭師傅嗰邊咧亦都係安排呢一個嘅夜光的效果是啊，他們每年都經驗豐富的了，知道應該怎樣擺個陣勢呢，就是最漂亮最好看的。沒錯，剛才跟郭師傅談了兩句，每年呢為我們大角咀也都花了很多心思設計很多很多的節目。是啊，每年都要想一些新意思，這件事都被你爆發出來了。我們談起這樣當然是跟大家街坊分享一下的嘛。是啊，郭師傅說完成了今晚這個片之後又要開始想下一年了。是啊，後面嗰度咧，我哋個台咧唔好咁樣聚喺度影相，好唔好啊？小心啲啊！小心啲啊！因為其實始終都係一個舞台咧，有限度嘅重量啊，係啦。好，大家好啦，唔好再影相啦。係啦，知道嚇，就少少嚇。乖啦，乖啦。你要唔要啊？唔要啊！好啦，嗱，一條龍咧500尺㗎。
行，都要慢慢行嘅，有啲時間啊，俾啲時間佢，俾少少時間你。淨係人都已經好多啦，係啊，嗱，咁一陣間咧，我哋咧就會請我哋嘅主禮嘉賓咧，就係、是、移步到台下咧，為一條嘅夜光龍咧就舉行套珠儀式啦。而其他嘅嘉賓咧，同我哋落你啲揮動呢支發光棒就一齊就得噶啦，好熱鬧，好開心咁啊！一齊進行就得噶啦，冇錯啦！哇，見到而家係已經繞咗第四個圈噶啦，都仲未全部入曬嚟我哋噶喎。梗係啦，入咗過去啊！總之行運一條龍啊！仲喺遠處啊，條尾係咪真係叫龍尾啦？龍頭到龍尾嚇，條龍尾喺好遠啊！好大條，好大段距離啊！冇錯啦。稍後一息間咧，我哋有一個嘅套珠嘅儀式咧，亦都請我哋嘅主禮嘉賓咧，都係為我哋進行噶。咁啊，所以咧，我哋等我哋見到龍尾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再轉多兩三圈啦。到啦，到啦。好啦，等夜光龍準備一下先。咁我喺呢個時候咧，我就要開始請大會統籌委員會主席梁華盛太平紳士、羅樂銘先生 MH、大會主席陳香蓮女士、大會會長何志強先生、羅慧珍女士、葉德榮先生、吳錦祥先生、黃子成先生陪同我哋各位主禮嘉賓，恭請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輝 SBS 太平紳士。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盧寧女士，由資旺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吳慧忠女士，社會福利處處理九龍城及由資旺區福利專員陳慧珍女士，旺角警區副指揮官邱少琪高級警司，九龍西區各界協會會長范敏華先生，九龍總商會理事長李光華先生，一齊咧就係移步到我哋嘅夜光龍前面咧，進行呢個套珠儀式。好，我哋影張相先啊！冇錯啦，發朋友都可以一齊揮動發光棒啊！冇錯，好喎，我哋一齊數三聲進行呢個套珠儀式啦，好唔好啊？嚟啦噃，又一齊全世界一齊啦，好唔好？嚟啦，一、二、三。是啦，影多兩張相先。小心台邊啊 ！OK， 咁喺呢個時間咧，多謝各位嘅主禮嘉賓咧，請移步到台上嚇，欣賞我哋嘅五百隻夜光龍嘅表演嘅。咁亦都請各位欣賞由國視功夫金龍醒獅團為大家舞動呢一個全港最長嘅五百隻夜光龍嘅精彩演出。好，我請主禮嘉賓上台就座先。冇錯啦，咁啊，今日除咗咧要多謝各位師傅咧，啊，率領嘅幾百嘅學員咧，同我哋舞動呢一個百尺嘅光龍之外咧，仲有我哋要感謝120多位嚟自生命工場嘅義工，同時咧為我哋舞動呢一個夜光嘅公仔啦，十二生肖、魚蝦蟹、星星、月亮、太陽等等，將整條福田街充滿歡樂嘅色彩。咁啊，佢哋咧好多都係初次咧，係為我哋參與我哋今日呢一個嘅傳統嘅舞夜光龍嘅演出㗎。係啊，好值得大家嘅欣賞㗎，希望大家咧都有一齊學習中國傳統嘅技藝啊！冇錯啦，大家今日及大啦，俾啲熱烈掌聲好嗎？好，俾啲喝彩聲嚟睇下都得㗎噃。好。咁而家咧，我哋就會熄咗前面呢一架大光燈，大家咧就即係水濕啊！
條夜光龍咧就開始舞動啦喎。咁啊，其實咧前面有夜光龍，後邊咧我哋左手邊嗰度咧都有一隊嘅新年工場嘅朋友啊。冇錯啦，啲熒光嘅蝦蟹啊、十二生肖啊，都圍住我星星月亮太陽啊。如果可以幫手遮啲盞燈咧，就更加之好啦。下個就更加啦嚇。嗱，企喺露台嘅朋友，你小心你哋自己嘅安全啊！係啊，我哋都要小心啊！欣賞盛事嘅同時，都要注意安全。哇！好多人流咗過嚟啊！佢話我好似個身個水晶宮咁樣嘅。冇錯。仲有水母添喎，有蝴蝶啦。真係海陸空都有啊！冇錯。係啊，我哋可以坐喺度睇嘅。可以坐低就坐。我哋前排嘅主禮嘉賓可以就坐㗎，可以坐喺度睇嘅。係。佢係咪睇得好緊張？點都坐嚟緊，點得不知不覺咁樣。作為觀眾，你都忙我，所以我都係睇睇我哋現場嘅朋友啊，請注意自己個人嘅安全啊！小心，小心，呼但是一些新穎的東西呢是給我們表會的觀眾呢是欣賞的。是的，好像今年呢我們這個新穎工場呢就特地做多了很多魚啊，沒錯，很多熒光的水產海產，是吧？真的是海陸空都有啊。是的，令到我們夜晚黑的視覺效果就更加豐富啊。沒錯，我覺得他們今年做的魚呢肥肥肥一點，我都知道有没有吧，没错，半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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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歡呼聲啊，喝彩聲啊！係咯。
哋冇用呢個巨龍嘅朋友咧，真係都野少嘅，因為佢行下地都起碼冇動10-20分鐘噶嘛。冇錯啦，個手瓜都要點剪下，成日都起住啦。啊，連佢哋啲衫咧都係熒光噶。冇錯，好有特色。又嚟到我哋面前啦，我哋又揮動我哋嘅發光棒，哇！吞雲吐霧啊！係啊，各位影相朋友真係注意你哋，小心啊！因為台面有好多燈㗎，係啦。更加地都會有煙火的效果，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啊。大家揮動下你的發光棒先得噶，俾啲歡呼聲我哋聽下先得噶。小心啊！小心啊！小心啊！所以你哋係啦，要係啦，要小心。
哇！
好浪漫啊！突然間覺得。咁你唔好講咁多嘢啦。我食埋啲紫菜落個口水先啦，下禮拜啊。真係每年都搞盡心思。係啊。今年新增嘅效果嚟嘅嚇，冇錯，超前嘅效果。即係除咗多謝我哋演出嘅團體單位之外咧，我哋都要非常之多謝我哋有位工作嘅所有嘅台前幕後嘅朋友。當然啦，佢哋咧係勞苦功高㗎，啲幕後嘅功臣啊。冇錯，稍後佢哋線後嘅咧都要好多朋友嘅。努力但是都是好的，因为制造一个好的效果和气氛呢，给我们的观众的朋友呢可以欣赏到。没错，好，今晚呢今天成日的活动都要好多谢国字功夫金龙醒狮团的精彩演出了，我们再次给今次的掌声他们好不好，各位街坊朋友们。稍後時間我們有一個祝酒儀式，大家一起所有的街坊朋友。